早安。Hello，我又来到花莲了。啦啦啦啦，好久不见，红面鸭很爱来花莲我，但是这次不是要来花莲玩，我这次要回到台东长滨。还记得那时候环岛有难回到长滨，所以这次很高兴又可以再回去 chill 一下喽，看下去呗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可以教大家独自一个人去长滨，因为这一次很开心被兴隆花园受邀去打工换宿，因为海岸线是台十一线，那边没有火车，火车是台九线才会有，现在去找可以坐台十一线的公车前往长滨。啊，是这个，来花莲客运，我们要到北彰化。据说它是一小时一班，然后花莲客运长这个样子。到了兴隆花园，长阳山海之间的兴隆花园，可以休闲、下午茶、看海景，还有一个秘境，是谁呢？谜样人物，欢迎大鸡鸡！耶，终于上来了。之前的兴隆花园已经进化成 2.0 了，他们这边有附设新吧台，哦，还有小桌子哎。已经到了打工换宿的闺房了，就在这边。我这次就带了一个登机包，它很多餐案就放你自己的衣物，我的有点爆多。它还可以放笔电，然后前面超多功能的那个口袋。大鸡鸡日记在调饮料，对哦，记起来。这边的帽子是给人家拍照用的是吗？啊，帽子给人家拍照。哦，取名叫星辉角兵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星辉艺人。我觉得你是我爸爸的笑话哎。现在是我第一个打工事项，这个是浮油漆，男人基本要会的技能吗？对，浮油漆。哦，这样好 man 哦。哎呀，我本来什么都不会，来这边我就学一些。你还有在这边获取什么技能？获取什么技能？煮饭啊，不要让自己饿死，因为山上还是要自己学着煮东西。哦，调油漆，调油漆。早安，小帮手穿上他们兴隆花园的制服。跟你们说，如果在这边起床的话，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，就是这一个台东蓝的海配上兴隆花园的景。好了，干活了，上班。耶、yeah, ，大家早安。耶、yeah, ，啊，我今天好事哦。美好的早晨。耶、yeah. ，都要微笑开始哦。福哥早安，早，美好的早晨有什么新的想要分享吗？我暂时没有精神，在适应这个天气，酝酿情绪吗？嗯，早安，请问几位？你好，三位，你们可以坐两景，或者是说那边有一个19桌最边边的。今天要喝什么？今天来个甜滋滋的感觉，蜂蜜啤酒，虽然没有酒驾，但我们在山上，如果你一个人来也是可以点的、啊，反正我们不会跟警察说。那我今天想要布拉格的感觉咧，我比较喜欢马德里就是就是捷克首都布拉格，布拉格啤酒出产自捷克，其实原产地张远，但是我们从捷克那边出货，那绕一圈再出货啊，这个拉格到在地位了。好，来访问佩慈。嗨，我叫佩奇，不佩慈。啊，佩奇。今天第一天心情如何？大家很期待，因为他在等12点然后上班。现在假装文青是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对，就是是不是要假文青一下？这风景那么美。然后这个是诗情。我们小帮手，嗨，丽兰姐，心情好吗？今天啊，怎么说？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天气超级好的兴隆花园，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天气非常阴，没有看到所谓那种光线充足的美感的兴隆花园，所以这次带大家看超级漂亮的好天气兴隆花园。他们会有个小小的天空步道在这边，那前面是一个梦想起飞亭。
走过来就是上次有一个兴隆的许愿台，大家可以来体验，坐在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回应的声响。哦，超烫超烫，屁股要烧焦了。现在是快中午的时候，走下来这边会往一个龙口的地方，它越往下走的话会有一个五遮壁的海景在这边，在爱中是不是很美？那我们一穿过这个时钟吧。这边还有个小秘境叫做龙口，昨天来的时候超多，不知道今天看不看到，猴子几大只的。嗨，福哥。录影啊。你在干嘛？看有障碍啊，要处理掉啊。然后你说走道是吗？嗯，我来寻找猕猴啦，可是现在是不是还没有？还没出现。那你觉得他们现在在吃早餐吗？还是？现在他们太太就会躲起来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到龙口这边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好天气龙口的地方。上次也是坐在这个位置。哎的秀。给你们看哦，一二三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海的声音，然后蝉的叫声，风的声音，而且这边非常的阴凉，不会很炎热。这个画面没有 lag， 是在发呆。那我等等下午有空再捕捉猕猴，因为我想给大家看猕猴。那猕猴实在有够大只的，很狂啊他们。一大早的生意超好的，好多人。那刚才我平常来，那我可能我很久没有面对镜头，突然面对镜头，我尴尬。就大概是这样。教学。这里先跟您说，两位的入场费价是200元。你今天就擦成一面，因为到时候也不一定会涂到里面的凹槽那边，因为你要把这个灰尘啊用出来。哦，好帅。对，我长得太帅。品品啊，为什么你这涂？好了，全部都玩，全部都玩。哎、欸，那我们那个跳海的行程，带你跳就好了，去石鱼伞那边跳啊。好啊。福哥还是你们以前都在哪里水母钉跳？对啊，水母钉就可以游泳了。现在我们就开始，一个人插上面，一个人插下面。好，看你要插上面还是插下面，插上插下。然后小完成一下下。我们在玩什么？我们在查书，我们要整理好对对。那照个相吧，耶、yeah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上院无锅鱼，美丽的县长要返年了。他们这个鱼都是直接下面养出来的，然后就变成桌上的这道。这是烤的，这个是红烧，那水煮在地刺葱的鱼汤，这就是所谓的长滨张园隐藏版的无锅鱼美食料理，赞。他会想要玩的。好，开动开动开动。它这个是沾这个酱，我蛮辣的，因为鱼肉很嫩。胡椒粉，怎样怎样？胡椒盐。嗯，张元很满足哎。啊，嘎贵的过来的饭哦，等一点就，然后再嘎贵回去。我们山上很多啊，我们那边兴隆花园你都没有看到。我是植物盲，感觉可以配咸酥鸡哎，这种东西。你真的还要配咸酥鸡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都不加啊？隔壁桌的。耶、欸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耶、yeah！祝大家打工换数愉快。喜酪是生的哎、欸，比较甜，会吸啊，那么甜哦、喔，很咸呢、欸。好，现在做咸猪肉寿司，然后配饭刚刚好。Five, six, seven, eight。去哪里？都没有小型风景机的部分，好正哦，完全是对拍，然后这边不知道干嘛。我最不喜欢的人在我面前暴毙，这些只是在我背后都不相信。
耶！很大声，把他的动作给我摆出来。你们会他总是真的想点大号码，他们是千禧年的小孩子，觉得会唱词不会押韵。 5678